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各位嘉宾，晚上好！欢迎光临长江黄金三号游轮。我们即将在一楼里面为您带来游船情况说明会。届时，游船导游将会为您介绍未来几天的行程安排、在船安全事宜及游轮设施设备。希望各位嘉宾务必准时出席，谢谢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各位嘉宾。